过来了没有啊？强行刮玻璃的。好了，绿灯了。哎，正好绿灯了。他一看时间不够了，也不过来了，免得刮完你开走了，等等。人跑了，白了一堆，非常会在你的旁边。这里又一个要饭了。没办法，谁让这些欧洲国家去打了他们的国家了？他们只能这样子。真逗。像瑞典啊，还是哪里啊？还是芬兰、瑞典那些国家，我很多难民都是化权为地嘛，说他那里没有法律的，警察过去他就想执法，跟他们，你知道他们干嘛吗？直接烧一辆车给你看，你进去烧一辆车给你看。我瑞典是去年被烧掉很多车的。对。